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织一件极其简单又非常有创意的男女都可以穿的披肩式上装。这款作品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你所看到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一件，正是我现在要为你讲解的这一件。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它不光是可以穿到男模特的身上，如果是女生穿，一样很有特点。你看，这是它后背的样子，啊，后背给人感觉像一个中袖的一个毛背心啊，侧面的样子。好，由于它有着极强的创意，但是即便你对编织不是很在行，你也能够完成它。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针数尺寸已经帮你计算好了。这款作品呢，它是出自于我在中国出版的这部图书。大家都已经知道，我的每一个作品都是出自图书里边的原款。大家可以在每一部书的封面看到我的名字。好了，我们现在就和同学们一起来揭秘它的每一处细节。首先来说毛线，我们用的是纯羊毛粗线完成的，每一根毛线的直径是2.5毫米，这是它的规格啊。如果你们在购买的时候，在其他地方选购的时候啊，让老板帮你量一下毛线的直径，用一个透明的尺子压过来，就可以知道它的直径是多少。捻开之后，里边用4小股组成，织针6号织针，6号钢针。好，整款所有的毛线加起来一共用了不到7两毛线，你就能够完成这么一件非常有特色、极具创意、不会有人跟你撞衫、要极其简单的时装毛衣，哈哈。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你看，首先仔细看，它就是有一些几何形组成的，发现了吗？啊，哪些组合呢？你看，圆柱形的啊，然后呢，整个的后背的部分看是一个长方形的片状，这边呢也是4边形，通过缝合啊完成的两袖和整个的后背部分。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跟大家一起来说它是怎么织的啊。其实在最初的时候，这边是我们起针的位置啊，你完全可以给它环形织啊，但是原款我们为了强调它的这个几何的特点，所以起针的时候我们是往返织的片状，理解了吗？好，那么整个这一片我们一共起了多少针啊？72针，这是我们最初的起针啊。这72针织的什么花纹？同学们仔细看啊，4针正4针反的宽的螺纹，但是注意看那个螺纹啊，它和普通的正针略有差别哈，它是拧针的这种螺纹。同学们准备截图，看到了吗？宽拧针螺纹啊，就是所有的正针第一行拧，第二行不拧，第三行又拧，理解了吗？就隔一行一拧针啊，所有的反针不变啊。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来织整体的这个片状。好，整个的这个72针，同学们看啊，我们从这头一直看，一直到另外一边，这儿还是这72针没变化过。所以同学们这下开心了啊，拿着2根织针，如果织片状的话，就往返织这72针的长度100厘米，是不是很简单啊？就相当于你织了一条72针的大片儿，或者说是宽围巾，理解了吗？很简单，对不对？好，往返的织够我们这100厘米之后，注意了，我们要进行下一个环节，哪儿呢？看啊，我们要将这100厘米给它对折，对折之后，然后呢，在正中间，注意了啊，100厘米的正中间的位置，取多少啊？取60厘米，看啊，也就是说，我们取中间的60厘米来给它挑针，织哪儿呢？织你的后背的部分啊，注意，这60厘米一定要从正中间取针啊，一定要从正中间的位置取针，折上以后从正中间往这边量30，这边量
30，然后统一的在这个位置挑针。有个小方法啊，我们一定要挑出所有的针来，因为我们在织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织这个片儿的时候啊，同学们织的时候一定要每一针都要织，不要把第一针挑下不织，从第二针开始，因为那样的话，首先你弹性小，另外你在缝合或者是挑织的时候都会很麻烦，所以必须第一针要织啊，不能挑下来不织，从第二针开始那样的啊。好了，我们将这个位置60厘米范围之内挑出所有针来之后，第二行我们给它均匀的剪至115针。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你挑的针数在这个范围内肯定是多的啊，因为大概以我的针和线的这个规格以及材质和手劲儿，如果向上织24行的话，刚好等于10厘米高。你想60厘米的范围之内，你看得要多少针，对不对？一定是超过115的。所以我们第二行的时候要给它均匀的剪至115啊，要均匀剪啊，在整个你挑出所有针的范围之内，比如说你算好了是7针剪一针啊，就7针剪一针，这样均匀的剪。如果你不均匀，你的后背这儿就位置就不平展了，会有这样的鼓包的啊。所以同学们要注意。好，那115针我们织的是什么花纹呢？同学们准备截图。你看啊，我们织的过程当中啊，正中间的位置，小格子位置，我们织的是这个啊，棋盘花纹。凡是画小横格的位置都织反针，空白位置织正针，理解了吗？大家把这张图截下来啊，就是这儿，这儿就是这个花纹。那么左右两侧呢，我们各取了5针，织的是什么呀？织的是锁链针，就是一行正一行反。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截图，大家一定要截下来，叫后片排花。也就是说，你这115针有左右各5针锁链针和中间的105针的棋盘针组成的，理解了吗？用这样的方式啊，115针，我们往返往返，一直向下这样编织啊。好，115针织到哪儿呢？这么高，高度20厘米。从哪儿算的这20呢？你开始织棋盘针，一直到这儿，整个的后背片啊，我们织20厘米之后，好了，剩下的针我们给它改织成了拧针的单螺纹啊，这个和我们的这个什么很像啊，但是大家也把它图记下来吧，就一行正一啊，一针正一针反，这样啊，每织正针的时候隔一行一拧针就对了，所有反针不变啊，就能够形成你所看到的非常独特的边沿。看到了吗？好，我们将这个花纹往返往返啊，这个拧针的单螺纹啊，往返往返织了3厘米这个位置啊，之后3厘米之后我们要怎样给它收，一定要收一个机器边啊，因为单螺纹和机器边是绝配，而且它会很有弹性，和上边的会保持相同密度。好了，这时候你的后背片有了，对吗？好，问题来了，还记得最早的时候我说过啊，同学们可以环形织，但是也可以怎样啊，织片。织片是为了强调它都是由片状的几何形组成的啊。如果我们上来这位置环形织，就从设计上和你第一步着手的位置啊，无形当中就有了点难度。所以大家如果用2根针也能完成这个主体，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用往返织。但是如果环形织的同学，大家看你环形织多少啊？织20厘米，然后呢再改成往返织，织中间的60厘米织片啊，剩下20厘米再环形织，就形成了主体的这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往返织的同学注意啊，我们要取你后背片剩下的这个位置呢，还不就是从这儿到这儿的长度？好，我们将这个长度看啊，它一定是20厘米，因为我们总长织了100厘米嘛。好，这位置两边竖对折啊，它们都是剩了20厘米，从内部给它缝合上呢，缝合上好了，两个位置都缝合上，形成筒状，也就是它的袖子部分了，看到了吗？啊，袖子部分就要完成了啊。两个袖子都缝合好之后，我们要来到哪儿呢？注意看啊，要取你的整个的
60厘米不是没缝吗？对不对？底下的60厘米是用于后背片了，那么上边的60厘米呢？看，是空下来的，对不对呀？好，我们在60厘米的正中间要给它取正中间啊，取多少啊？依然是取20厘米的宽度。注意啦，我们在20厘米的宽度的位置要给它挑出所有针来。第二行的时候，我们要所有的针数给它均匀的调整至54针。我给大家算一下，你大概能挑多少啊？你10厘米能挑24针，因为你是编沿嘛，一行对应的一针啊。那么20厘米你应该挑48针，所以你要加，从48加到54，你增加了6针，理解了吗？啊，一定要均匀的形成这种整齐的效果，不能跳着那样挑，理解了吗？加的那6针呢，也是跳着均匀的加啊，不能这边加3针，然后这边一直没加，最后想起来了又加了1针，那样不行的啊。好了，54针我们加过了之后，注意看啊，我们不要继续往上，而是怎样呢？翻过来看啊，这边是什么？哎，怎么是空的呢？啊，所以一定要在我们的54针完成之后，要给它用4根毛衣针织，另外2根毛衣针上要均匀的给它平加，一共54针，理解了吗？就是从这儿到这儿这个位置啊，喏，从这儿悬空的位置是54针，也就是说后边挑了54，看到了吗？前面又平加了一个54，合成一圈，它一共是多少？108针。理解了吗？啊，也就是它这一整圈一共是108针。我们环形的向上织这个脖套的部分哈，脖套的部分我们向上一共要织多少呢？15厘米。那么织的是什么花纹呢？同学们准备截图啊，我们织的是席子花。这个花纹呢，虽然说不复杂啊，一打眼你看它就是由正针和反针组成的，但是它需要抠着图解来织啊。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清晰的把这张图截下来，看到了吗？它就是由正针和反针组成的啊，形成了一个极具建筑感，而且有横向竖向都有弹性的这样一个花纹。这花纹建议大家收藏啊，如果你要织一件毛衣全是这样的花纹也极其的漂亮，因为它的凹凸有致以及它的这个规律啊，横纵的这个融入看上去非常的协调。所以啊，这一部分我们织够15厘米之后就可以给它收针了啊。原款收的是一个平边啊，你也可以收机器边，机器边会略有点乱，因为它针数足够，所以我们可以收平边啊。收完平边之后呢，完成了整件衣服啊就好了，用不了你太多时间。我给大家估算一下你可能会用多长时间完成它，整个的整体的这一部分啊，100厘米的这个72针的片儿，你大概用3天能织完。如果是我说的是新手，之前只织过一个围巾的这种同学啊，好，你3天织完这一部分，好了，你大概用1天的时间啊，能够把这个脖套织完。我说的可是大新手啊，而不是啊，我们很有经验的一些同学，这部分大概就1两多一点点线。你想，如果一个有经验的同学要织啊，大概是2个小时，不用特紧张就能织好这块。那么后背片呢？后背片可能也是啊，用2个多小时啊就能够织完，而且不是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知道了吗？但是普通同学啊，可能会用1天的时间把这部分织完。好，现在你算出来了，大概5天左右，你就能完成这么一件极具创意、永不过时、百搭，并且最可人的一条，不挑身材的一件，非常非常可爱的衣橱爱宠，哈哈。好，这就是创意的魅力，让编织和纯羊毛线结合在一起，形成我们啊看到的赏心悦目的、极具创意的这样一个造型。好了，如果同学们觉得这个教程非常有益，对你非常有帮助，请点赞，感谢各位。